我们这个麦片多如意为各位开启了一个美好的秋夜，让我们进入这个音乐的响宴之后，这一团各位你千万不要错过，因为呢他们将延续这样子一个秋风秋高气爽的日子，听着他们的美妙音乐让大家嗨起来哈。我想想那个妹妹的这一个小苹果可以继续准备一下了，因为呢接下来这一团 Just Jazz 他们要透过各种不一样的乐器带领大家进入不一样的音乐响宴哦。刚刚有说到这一个小鲜肉，我觉得这位小鲜肉应该比我还要鲜哦，因为呢他戴上了这个 Olimac 然后就是 endo 而已啦。老师，哎呦，厉害喽！老师今天准备的乐器非常非常的多哈。这个老师待会可以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吗？哎，老师现在已经可以讲话是不是？啊，还不行是不是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想要问一下哈，很多位朋友啊，来到今天的第五天啊，明天晚上有一个精彩的公炮城之外，现场有什么知道吗？台客舞，哎呦，有谁拢知？有啥物？妈妈，你明仔有来比赛吗？决赛。明天是决赛哦。那我们这个台客舞呢，分作两天哦，一个是这个基本舞步跟花式舞步，这两天将让各位感受一下高雄人的热情跟魅力哦。我们一起当中来看一下，秀一下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谢谢啦哈！啊，明仔嘛来搞份加油哈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想问一下哦，现场的朋友。在地的左营的朋友举个手一下，有没有比左营还要远的高雄市外地的朋友？有没有？哎呦，这个斑马条纹的这位美少女来自于哪里？日本。哦，人家派耶，人家派耶，这里很好来跳舞啦。哦，台南的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高雄哈。啊，有没有比台南还要远的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日本来的？就是你啊，就是你啊，哪里？台北。台北啊、喔，台北、喔。你对台北来的，特别来看我的，对啦。是台南来的啦。你嘛是台南来的哦、喔。台南。哎呦，故乡台南，啊，你还讲你台北，还是你带台北去的已经已经无滴。你大家都来吼，来四天啊吼，啊有喝什么？台湾盖小姐，然后除了有这些晚会、这些舞台节目以外，哈，对比哪这莲之潭呢？这个环潭美食，什么会上好吃？大马好吃。你安尼讲，我就歹处理啊嘞。你继续爱讲几项嘛，对不对？大家拢好吃，你上爱吃啥？上最大啦。臭豆腐上最大。所以来个家吼，台南的朋友来个家来吃臭豆腐的，啥你有听啊？啊，够啥？够啥？够啥？有冰粉茶，冰粉茶啦吼，反正吼，你要吃什么货拢好吼，只爱造高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又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Just Jazz 了。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，这一团吼有多么认真吼。你有看到，咱今年吼，高雄这样办年会吼，这个舞台非常的漂亮，而且音响非常的棒，灯光非常的厉害。但是这一团他们不用我们的音响，因为他们自己带自己的音响，所以吼他们需要一点时间。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团队哦。那另外呢，他们除了有专业的这一个设备之外呢，还有非常帅气的老师，待会会带来精彩的演出哦。很多位朋友，你有智慧型手机吗？你敢有智慧型手机？有哈、哦，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今年呢来到高雄左营万年祭哈、哦，你一定要有一支智慧型手机，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哈、哦，左营万年祭的这一个吉祥物是什么、哦？火狮叫做翁啊吼，翁啊即将要在今年跟他的女朋友见面了。他有女朋友，你唔知吼？你们知道他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吗？凤凰。哎呦，有啥物你知？有啥物你知？妈咪爹，他的女朋友就叫做凤凰。凤凰呢，在这一个礼拜天的时候，哈，10月18号的时候，将会在天府宫跟他的男朋友见面。现场所有的朋友，10月18号一定要记得来到天府宫哦，在这个晚上6:30的时候，因为呢，如果你只要记录他们见面的那一刹那，拍摄出火花的那个样子的话，上传到我们 Facebook 就有机会把礼物带回家了。哎，一进哈，10月18号记得来到天府宫哦，在晚上6:30哦。好，既然。